山岗，海滩那边有几重海洋，只有比天大的心知道答案，心在天边，天在头上，相逢多能在相知路上，对方泪水汗水只想着太阳流光，情意交给岁月流淌，说一想说一想说年年记得月明月暗，我都是梦里天远如歌如唱，说前尘说过往说岁岁想起把家搬到这儿来了，哎，没有家了，往后营房就是家。嗯，你说什么？什么没有家了？哼，家被人抢去了。哎，开什么玩笑啊？谁敢抢你的家呀？啊，大人，嗯，他说的是真的。嗯，是丁大人帮着吴亮把家产夺走的。哦。我给你沏茶去了啊。好好好好。哎，丁知县敢这样踩落你，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啊，他也不完全是为了踩落我，他主要是为了踩落林家。可是夺你的家产跟踩落林家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曾经逼过我，叫我把阿翠的家产变卖了，跟他们林家争包樟脑山。樟脑山？什么樟脑山？林家想做樟脑生意，目的呢是为了帮那些没有钱的台勇和遗孀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林家做的有些事还是让人心服啊。嗯，哎，可林家不是不闹事了吗？那还跟他们争什么呀？这里面的事情我就不太清楚了，不过这件事儿我看就算了。哎，那不行，你是我的副将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这事儿啊，你甭管了，我找他们去。再有几天呢，吴家和林家就要进包樟脑山了。啊，吴亮一旦把山包下来，我们的脑寮就要开了，樟脑就要开始做了。这次，王叔伴陪江口先生先到了，哎，免得我们到时候抓瞎呀。把二位请来就是要商量一下，这吴亮一旦把山包下来，我们的脑寮怎么开，樟脑怎么做，哎，大家异议。哎，啊，有两件事情卑职还弄不太清楚，请丁大人示下。第一就是进包樟脑山的事，据我所知，吴家那些家产全部变卖也不过十几万两银子，万一这杨志的女儿把钱弄来了，吴家就不一定能争过林家，总不成林家出的钱多，我们将山包给吴家。第二，如果吴亮把山包了，包山的钱是吴亮出的，
这脑疗自然便是吴亮的。将来赚了钱，万一吴亮翻了脸，不给我们分股利，我们又不能和他争。赚了钱，岂不都让吴亮占了？不如我们也出些股本，将来也好说话。啊，这两件事啊，是一码事。你看，杨志那边我们已经堵住了，他女儿嘛，一文钱也拿不出来。敬包的事儿，林家争不过吴家。这件事儿根本不用担心，这山包下来了，包山的钱又在哪儿呢？啊，还不是在我们手里吗？我们呀，先拿出一部分来，开脑疗做樟脑，这里面自然就有了我们的股份嘛。那这股份到底怎么算？是按出钱多少计算吗？股份嘛，我们占90%，吴亮只占10%。那就好，这是股本万利的事，就不知道这吴亮肯不肯这么干。对，这由不得他。我放他出来的时候是签了字画了押的，是假释。他只要不听话，我随时抓他进牢里去。有丁大人就好了。啊，还有件事，我们这90%股份的事也在这里说清楚了。忠诚大人占5%，我占20%，你们二位各占1%。嗯，当然可以，当然。还有件事，我要跟你们也说清楚。这我们有股份的事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忠诚大人在里面有股份的事，更不能露出一丝风声。对吴亮，也不能说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是，大人，说了有什么事，现在不要来找我，怎么不听啊？哈总兵来了，在院子里嚷嚷呢。知道什么事吗？好像是为了曾副将和吴亮的事。干这件事儿，怎么能忘了这个人呢？不能让他知道。茅坑的石头，仗着背后有七爷，又臭又硬。哦，王叔伯，江口先生，请你们二位先委屈一下。哎，好好好，请，请。叫他进来吧。是。李世金，老子找你呢。找我？怎么着？哈总兵，找我有什么要事吗？哼，我他妈一个行伍出身，除了打仗还能有什么要事啊？哼，没有要事怎么在我的大堂里吵啊？哎，我们一起围观，总得顾点官体吧。官体？你要顾官体，老子倒清静。姓丁的，就像你这样靠啥阴谋诡计来做官的？老子在京城里见得多了，像你这么办绝户事儿的人，老子还头一次撞见。哈总兵，你给我听明白了，在台湾你露营还是要受我节制，你给我放尊重线。什么节制？骑到头上拉屎也是节制？我问你，你凭什么欺负曾副将？我露营可不是好欺负的。我怎么欺负他了？那你凭什么放出一个死囚夺他的家产？曾阿善有什么家产？谁夺他的家产了？阿翠的家产就是他的家产，你明知故问呢？你啊，如果是因为这件事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吴家的家产十几年前就由总理定了是吴亮的家产，现在吴亮刑满释放，无家可归，是你们陆营仗势夺了他的家产，现在官府秉公断案，物归原主。你要是不服的话，你可以带着你的露营再去把它夺回来。不过我可以参你，忠诚大人和总督大人也可以参你。别他妈扯淡了，吴亮是死囚犯谁不知道啊？哼，胡说八道什么？不被释放，你无非放出他来是跟林家作对。林之剑，我告诉你，跟林家作对老子也有份儿，可我们是按令行事，无非压着谭勇不要闹事而已。现在该关的关了，该杀的杀了，人家一门两个诰命，一个世袭，孤儿寡母的，你踩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，那你就帮他们林家出头吧。老子谁也不帮，但也不会眼巴巴的看着你封门绝户，丢了朝廷的脸。我问你，你把家产判给了吴亮，为什么又叫他卖了？那不关你的事。不关我的事？
财产你都卖了，阿翠那一部分也不关我的事儿。现在我就告诉你，老子的人已经去了，吴亮只要再卖一文钱的家产，我看谁敢买。呸！丁大人，刚才那个人什么的干活，要不要把他干掉？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他是台湾的总兵，那是七爷的人呐。七爷？什么七爷？亲王，当今皇上的叔叔。嗯，我问你们，吴亮到底卖了多少田产？听说大概卖了有3万5万了吧？到底是3万还是5万？卑职马上去问个清楚。哎，你还不快去啊？是，告辞。快去快去！来来来，这灯不错嘛！来，把它挂起来。你说这灯啊？来，小心点，小心！这是杨老板送的。发财了是吗？老夫人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看这些灯点着了，这屋里比白天还亮呢。把它们熄了。啊，二婶，哎，把油灯点亮。是。哎，老夫人，曾阿善和吴亮狗咬狗，吴亮的家产卖不出去了，只等大少奶奶今晚从福州拿钱回来，这张老山就是我们林家的了。待会儿大少爷和二少爷接大少奶奶回家，您说这么多钱，没有这些灯也点不清楚，不是吗？是啊！你们呐，总是把事情想得太好了。您老说什么？你们的心情啊，我都知道。可是事情没那么容易。你们想想啊。丁志健把吴亮放出来对付我们，就不会因为曾阿善跟吴亮吵了，他就争不赢我们了。你们刚才说吴亮的田产卖不出去了？是啊。那我们的田产呢？不是一开始就没人敢买吗？哎呀，大家呀都盼着大少奶奶能把钱拿回来。是啊，那要是大少奶奶没把钱拿回来呢？嘿，大少奶奶家那么有钱，怎么会拿不来呢？好，趁着大少爷和大少奶奶不在，我跟你们把话说一说，让你们心里啊都有个底。这大少奶奶是怎么来我们家的？是因为跟他阿爹吵翻了来的。杨老板这个人呐，我知道，秀才出身，赚了很多的钱，但骨子里还不是一个市里人。绝不是因为我们林家遭了难，才不让他女儿到我们家，是他有难处啊。比方说他跟日本人有合约，要是顺着大少奶奶的意思帮着我们做樟脑，这日本人就不会放过他。还有这杨老板跟官府也有很多的生意往来，得罪了官府，往后做生意就难了。我估计啊，大少奶奶这次去福州啊借不到钱。哦，不过你们可都得给我记住了，大少奶奶要是没有借到钱回来啊，大家可都得装成没事人似的。是好好好。哎，大少奶奶已经够不容易的了。可是再过两天我们就要跟吴家竞包了呀。是啊，我看呢，我们要做好包不到山的准备。对了，你们那天去看山，
我们自己的山里有多少樟树？树呢倒是有一些，可是要是开脑疗，大批的做樟脑肯定不够。如果用我们自己山里的樟树，能做出多少樟脑？听那个英国技师讲，如果开100口大锅，最多也就能做1年多，不到2年，也就能做出个10几万斤樟脑吧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卖到4-5万银洋了。除去开脑疗的本钱、人工钱、运货的费用，那能净赚2万多银洋。赚不到。光那两个洋人技师的年薪呢，每年就得2万多啊。哥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，连个影子也没有。好吧。谁呀？来了来了来了！别半夜三更的。哎呦，老七呀、啊！来来来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来来来。大小姐她怎么住这个地方啊？不住这里住哪儿啊？你还以为大小姐还很有钱呢？走吧。她也不能住这儿啊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大小姐呀、住在这儿已经有些时候了。哦，哎，老七，走啊，让大小姐看看你。三叔，谁呀、七叔，你来了。哎呦，黑了也瘦了。我们大小姐啊更黑更瘦了。是吗？大小姐，大小姐。七叔来了，大小姐，老七来了。大小姐，七叔，快坐吧。在这儿坐吧。我来，我来。走。是老爷让你来的吧？不是，是我自己来的。大小姐，您坐呀。您坐。我知道。老七，这个时候我爹是不会来找我的。那我爹还好吗？还好，还好。我一走啊。家里那么多生意也够他累的。大小姐走后，老爷就再没到商行去过。病了？没有没有，每天在自己房里把那些床桌子凳子擦了又擦。大小姐，到商行里和银行里借不到钱，你没有怪老爷吧？不怪，不怪。老爷实在是没办法，你走后，日本人就把老爷给告了，在巡抚衙门逼着老爷要赔款，老爷也向他们保证了，林家做樟脑，我们家一文钱也没有资助过，这不，这才勉强过这一关呢。我也想到这一点，最后是没有办法，林家遇到这么大麻烦，樟脑要是搞不起来的话，所有的事情就都没指望了。我这才到我们家的商行去试探一下的。我说咱们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搞点钱来呀、我这次来就为这事儿。大小姐，你就别再四处借钱了，你就是弄到了钱也不能帮林家做樟脑。为什么？事情明摆着，现在他们最怕的是老太太到北京去告状，如果林家做成了樟脑赚了钱，那么林家的事情就好办些了，所以他们想自己和日本人做樟脑。是这样啊，他们想自己做樟脑。对，正是林家想做樟脑提醒了他们，这可是做金山呢，他们趁这个机会跟日本人搭上钩，想自己做樟脑发这个财，这不日本人这批樟脑就没跟我们做了。我这次来就为给您提个醒，这么大的财，那些人看了连祖宗都不认，何况现在正和林家顶着干，我们斗不过他们。大小姐，你就不要在樟脑这个事上白费心了。
大清国早就有明文规定的，在任的官是不能做这些事情的。他们简直太无顾忌了。我的大小姐，他们要干也不会明着干。我刚才听三哥说，现在他们又拉出个吴亮在前面，明着是吴家跟林家争，背地里呢是那些官员们在跟林家争。大小姐，争不赢了。杨三叔，哎，你马上准备回台湾去，告诉大少爷和奶奶听。哎，不要不要，这件事官府藏在背后，这找不到证据就是诬告官府的罪名，没准又连累了林家，说不定也会连累老爷。大小姐，老七说的有道理啊。这样我就更得和他们争了。七叔，往后你也不要来看我们了，免得我们连累了老爷。大小姐，到这个时候您还说这个话，您真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老爷你过不了这个坎儿啊。七叔，哎，先回去告诉老爷，就说我对不起他，叫他老人家想开一点，就当没受我这个孽。周林，官府勾结日本人要在台湾做樟脑，你们有证据吗？嗯，现在还没有证据。他们可以这样做，我们也可以，只要你们愿意，我们可以出钱跟他们争，多少钱都行。不能让你们出钱，我这次来呢是希望你们借给我一些钱，这样的话我就能争到开发樟脑的权利。借你们的钱做出樟脑之后，我可以加倍的付利息给你们。我完全相信朱莉，可是林氏和我们的银行都不会答应，除非照我刚才说的，我们出钱你们代办。什么？资金我们出，以你们的名义开发，开发权和所有的经营权全部归我们，我们给你们股份或代办费。那就是说今后台湾樟脑的开发权和经营权全是你们英吉利的了。嗯，这有什么不好？当然不好，我跟你们谈的是我们开发出来的樟脑卖给你们，但是不能让我们出卖了领土权。现在不相通了，朱莉，既然要我们出钱开发，就得给我们开发权和经营权。达赫迪先生，你可以在这个时候不帮助我，但是你不能让我卖国，你不能让我出卖我们的领土。嗨，嗯，小姐，小姐，借不到钱，我们也得赶快回去了，离锦州还差三天了，要不我先回去见老爷。见老爷干什么呢？他总不能在这个时候还见死不救吧？对呀，我们不能回去。咱们不回啊，张小姐。船家，能不能再等一等啊？等等吧，再等了。今天还有船回台湾吗？没有了，这是最后一班了。哎，怎么办呀？快去找小姐。哎，船家，你再等一等啊。大小姐，再不走啊，今天就没有船了。走吧。我要到那边去走走。
好不好？是啊，大哥，我们进客舱吧。是啊。请问您是杨小姐吧？有什么事啊？客舱里有一个老板，请您过去一下。那我过去。请。您请。杨大小姐，请。杨大小姐，请坐。你是兴隆庄的刘老板吗？杨大小姐好记性啊！上回想跟贵行谈的是安徽六安瓜片的生意，可是令尊说早已跟别人定下了，所以没有谈成。今天有这等缘分，跟杨大小姐同一条船呐、啊，看来我的茶叶生意是能和贵行做的了。同了船，是缘分。可是您的茶叶生意可能就更谈不成。为什么？我已经不在杨家了，这往后啊，杨家的生意我就管不着了。啊，这我知道。就因为杨小姐不在杨家了，所以我才来找你谈茶叶生意呀、啊。原来跟令尊谈的是想把安徽的茶叶啊托你们卖到西洋，可这次跟你谈的是要买你们的茶叶。买我们的茶叶啊？台湾的高山茶好啊，只是眼下还没有人发现这个宝而已。这次杨大小姐已经到了林家，那林家可是台湾的第一号垦民呐、啊、家里有茶园，跟山里的土蕃关系也挺好，所以想通过杨大小姐跟林家做长远的茶叶生意。怎么做呢？按你们以前卖给客商的价再加五成。你要多少？哈哈，有多少要多少啊。可是眼下我们并没有多少。啊，那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先付给你们10万银子的定金，只要你们答应以后的茶叶啊都卖给我就行了。是我爹，答应你什么条件？杨大小姐，这只是我和你之间的生意啊，和你爹毫无关系。那银票你带来了没有？就在这里。大少爷，看样子大少奶奶这一时片刻也回不来了，咱们不能等了。老夫人好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奶奶，哎，凑了多少钱呢、啊？一共不到2万。以往，我们包那些山，需要多少银子啊？如果包租10年的话，以往有3万两银子也就够了。这次我们跟吴家竞包，你估算他们会出多少银子？我估算他们至少会开5万。文凤，你去打听吴家的事，打听的怎么样了？哦，老夫人，我找人打听了，也估算了他的家产，他连房子带地全卖了，也就15万以内。这不哈大庆出面阻挠呢，他也已经卖了5万多现银。二婶，哎，拿过来。这些呢，是我这些年一点一点攒下来的。本来呀、啊，是想我去北京的时候再交给你一部分。是让你补贴你二叔那些台勇的兄弟们，一部分呢
是贴补着修宫保地用的。现在你拿去净包吧。奶奶，老夫人，这合适吗？这粮不足4万两，凑上你这些就有5万多，我们可以跟吴家争一争了，也许还不够。你到了那里能拖就拖啊，最好啊等到朝昌和阿三叔把水瓶接回来了，说不定还能多一些银子呢。我们走。好，李靖，本来可以卖个10万以上，现在好了，义群兵天天守着我，再也卖不了了，全在这里，一共5万。你给我干什么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找个大买主卖了就完了，你是有意的磨蹭。哎，天大的冤枉啊！我说大人，你给我找个买主，一笔全卖给他。算了，县里先准备一些现银，万一吴亮的钱不够先顶上来，等吴亮把剩下的田卖了立刻还。县府没有方库，哪来那么多现银？有多少？也就12万两。那就先借给他2万。那他得先写个字据。这个当然。对，写。写吧。写，好。2字怎么写？你先写上字吧，让他画个押。林公子，你面前就有一把椅子。按照规矩，你是世袭的云骑卫，应该有个座位坐。可是今天你是来敬包张脑山的，那只好以垦民的身份对待。你自己揣摩，是站着呢，还是坐下？我这个云骑卫是朝廷封的，我坐不坐都是。我垦民这身份从祖上到台湾就定下了，我做不做也都是。两位大人犯不着在这上面做文章，敬包吧。好了，不用多说了，开始敬包吧。好，今天本县阿赵雾山林敬包，参加敬包的有雾峰林家、顶错的吴家。你们双方按照以往敬包的惯例，双方需先各交标底银1万，我有句话要说清楚。你们两家都交了标底银1万，接下来双方依次往上加钱，最后谁出的钱多，阿赵武的山林便包给谁家。输的一家净包的银子，官府不退，充作公用。请问大人，您这是哪一条规矩？这是官府规矩。依照哪条王法定的规矩啊？官府的规矩就是王法，是本县和府台大人、道台大人一同拟定的。你们两家有谁害怕这个钱拿不回，现在还可以退出净包。吴亮，你敢净包吗？那有什么不敢，我这条命是捡来的。两位大人，你们的意思是不想让我净包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他输了净包，钱照样充公，我们怎么能不让你净包呢？老话说得好，不怕不占理，就怕问官偏。两位大人这样偏袒，就不怕将来朝廷有一天弹劾纠正你们吗？你这是恐吓我！你们林家厉害，谁都知道，你们不是想上北京去告兵备道衙门、台湾陆营、巡抚和总督吗？那么多人的名字都写在你们的状纸上，还怕再添上2个人的名字？还是那条老规矩，你包还是不包？
两位大人，既然你们不怕告，我还怕什么？报。好，吴亮，你出多少？两万。两万五。三万。三万五。五万。丁公子，如果你现在退出静包，前面的三万五银子可以退给你。五万七千五。林公子，你们林家也是为台湾、为朝廷出个力，你们两个诰命，一个世袭，安享尊荣，什么日子不好过，非要争个什么高低？听我一句劝，把这五万七千五的银票拿回去，好好孝养老诰命去了。来啊，把银票退给林公子。不用，只要吴家再拿出一两银子，我就输了。这些银子你们可以充公，给我立张字据就行。好，我关家一，你呢也不用着急，想好了我们再定。怕了，现在可以退出去吗？丁大人，您误解了，我的意思是不必把事情做得这么僵吗？你以为我们和林家结下的这个结还能解开吗？我知道你是不想和我们一起趟这趟浑水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是忠诚大人定下的，你干与不干就给我一句话吧。我什么时候说不干了？那就去把事情定下来。林公子，古人说得好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你想清楚了吗？给我立个字据就行。吴亮，你加钱吧。加五万七千五百。零一两。林公子，你还有钱吗？我输了，给我立个字据吧。给他立个字据吧。好。你们不要立字据了。杨家现在也跟我们叫板了，怎么办？他带来的这怎么也有十万两银子，到底有多少？十万两凭票计对的现银，我们一下子也拿不出这么多银子。去把吴亮和知县给我叫来。好。杨七叔真是这样说的？嗯。哎呀，这样争下去就更加连累你爹了。和日本人的生意现在已经断了，还能连累到哪里去呢？大清国这些贪官你不知道啊。哎，没事，我们先把这张脑山给包下来。再给吴亮写张十万两的借据。十万两？县衙里没有现银了。让你写你就写。这是。林公子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们不要再争了，
留着这点银子，孝养老高命吧。刚才吴家出了多少价？57501两。那我们出6万。水平。这样出价，老子也不耐烦了。干脆，我出15万两。我们不包了。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前面的6万两银子我们可以商量，该退的就退给你。不用退了，我们还要包。水平，两位大人，真要是吴家他自己拿出来的钱比我们多，我们就认输了。如果是官府在背后出钱，让吴亮他出面跟我们争的话，那就不是吴家和林家竞包了，而是官府和林家竞包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们呢就叫吴亮退出，官府就堂堂正正的出来跟我们争。胡说，你这是诬陷官府。明明是吴亮在跟你们林家竞包，你凭什么说是官府背后出钱？告诉你，争不过现在就走。如果你要诬陷官府，朝廷有王法在。哼，是不是诬陷官府，自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。我倒是要奉劝两位大人，大清国早就有明文规定，在任的官不得再任经商，也不得与民争利。哼，你们的心中如果真是有一点王法的话，现在罢手还来得及。住口！你再诬陷官府，我现在就叫人抓你。你敢吗？两位大人不要忘了，我现在还是世袭的云齐卫，她是我的夫人，我们要告你们也是参奏，不是什么诬陷。那你们就去参吧。我再问你，你们现在还进不进包？这里是10万两，加上前面的一共是157500两，拿去。过，也哭过。
大不了倾家荡产，打一场官司。我是顶不住了。对不起你呀、台湾雾峰林家那个老告命跑到北京来告状来了。告状？告什么状？